穆安青陷害了我们，我的手下全都被抓走了。我需要你配合一下，让穆安青付出代价。 找管道做什么呀？你不是想置谭玄林和穆婉清于死地吗？我现在就帮你完成这个心愿。既然你让送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婉婷，把图纸给我。你知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在利用你？ 他想把明火扔进管道，点燃整个上海的煤气灯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后果就是穆家彻底完蛋，你和谭玄林也会彻底完蛋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，你就为了这点私人恩怨，让整个上海陪葬吗？私人恩怨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失去这一切吗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会死吗？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，我让整个上海陪葬怎么了？ 你疯了！你跟我走！跟我走！别动！别动！你放开！婉婷，放开我！我不跟你走！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！你放开我！